由嘉义县后壁指挥部、嘉义市青溪新闻艺学会所举办的青溪新闻艺学会联合美展，对这期一直到31号在嘉义市文化局四楼展览室内登场。29号下晡举办着开幕大会，现场安排着地道含义舞的表演，和观赏的民众伫咧悠扬的音乐声，搁有地方当中，真心来欣赏着会员创作的成果，嘛来感受着剧本之美。一二三，全彩！嘉义市青溪新闻艺学会年度会馆联合美展在29号举办开幕大会，现场安排着主题大厦嘉义社交中心二五班演奏和地道表演，阁有现场会合和画画活动，吸引真侪嘉义艺文的民众到现场感受艺文的迷人魅力。嘉义市长吴明辉嘛特别到现场来致意。青溪新闻艺会员的会员大会的联合展览，我们看到有150几位的会员，还有展出100多幅的绘画，而且在这里呢，所有的创作是非常的多元，非常的精彩，是值得大家能够来欣赏、来观摩。我想他们的一年一度重要的大展展出来，这也展现了嘉义市人文的能量。我再一次祝福展览成功，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除了工作以外，还不断的关注我们人文的生活，让生活人文就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生活更美更好。我们要祝福大家嘉义市不断的提升，有最好的生活环境。谢谢大家。这次的会馆展览是青溪新闻艺学会年度主要一大型展览，由全体会员101人来共同参加的展览，展出的作品包括着国画、书画、篆刻、油画、水彩、立影、素描、老画，搁有复合媒材等等，将近100外幅的创作。等用心的题材，拢是参展会员精心的创作，麻烦因家年轻阶段朋友合面，就会当拥有到现场来欣赏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